今日南部下港遐高雄捷运美丽岛站静坐反对服务贸易协议乌手作业，这活动昨暗阁有大约500人延续这一波新的活动，伊是改到捷运中央公园站去遐举牌啊静坐。另外，伫咧台南的成功大学，也有网友伫咧静坐。一个哦，讲哦，这人数已经超过3000人啊！现场除了有青年的学生，嘛有一挂人是规家伙啊，大大细细做伙来参加，连现场嘛看到外国人来关心这个议题。学生夜班化口号，台南成功大学南荣广场超过3000人来换黑心的服帽。原本只是有网友伫个脸书要号召30人到台南火车头静坐，但因为讲要参加的人伤多，临时改到成功大学嘛受到学校支持。暗时七点活动一开始，现场就已经人山人海。包括台南古来间大专以后，甚至屏东的大学生拢到场表达反对的声音。嘛，高中学生前节后多下课才来参加，因讲也毋是真了解服贸，所以到现场学习。因为我们台湾，我觉得我们本来经济就是比较，我们就是本来比较弱势，我们跟别人签条约要平等，其实也不太可能，所以很难，很多地方要探讨。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表达自己的意见，这样才算一种真正的民主。嘛，未少家庭专员出动做伙来参加，另外各人拢来关心，并且表示认同台湾的民主行动。这里很安全，所以跟尤老师都没有关系。他觉得我们的做法让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。活动现场要求守规矩，大家嘛拢尽力想表达意见。不过过程中嘛有一名无愿意讲名的大陆学生，向红到台前呛声，红阻止以后发生冲突。好个，再无演变成暴力行为，活动伫暗时9点顺利结束。同时间伫个高雄，嘛有大约500人继续19号高捷美丽岛站的静坐活动。但将场地改成高捷中央公园站的出口，并且号召愈侪学生伫活动结束了后，去台北立法院声援。记者江山坤正准南部报道。